知道太奶团吗？这张图可以和他们一样体验超级起步。如果你还在因为不会踩头跳什么的，直接就可以起步飞，体会和太奶团一样的操作。第二关，踩头缩小鸟滚动进洞，但是我 TMD 开始起步键呢，是不是你们吃了是吧？偷偷吃我键位，我是真的心碎。 Much later， 终于拿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家人们看我的吧。哎呦，我了个洞，这一下给整的，怎么撞的人都飞了。叫你瞧我起不见我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看都过了多久，都15分钟了。那是我中途上了个厕所，绝对不可能是我练了15分钟啊。不过这个最后一关真的，我过了无数次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过，并且这么过怎么思考都不知道，真的好难的说。我玩了半个小时竟然都没过，有没有有实力的粉丝过关啊？